It's about making sure that your frontline employees are incredibly well equipped to meet the needs of those customers in the big moments. Genesys 是一家非常专业的公司。 Genesys 的人员和系统都非常的优秀。我们与 Genesys 合作的非常愉快。 Rapid的迅速发展离不开高科技和卓越的客户体验相结合， AI教学、 AI客服、 大数据分析、 用户画像、定制化的课程， 未来多渠道多媒体的客服系统必不可少。 我们看中的Genesys这样的纯软件平台呢， 它的好处就是它的所有功能是软件化的， 所有的硬件是标准化的硬件， 所以对于互联网公司来说， 我们的升级、维护和响应都会很快。 我们使用了Genesys解决方案之后的话， 整体的接通率的话从原先的80%达到了目前平稳在90%以上。 我们从88分的满意度一直提高到94分的满意度。 然后我们同仁如果用可视化的服务， 并行它的服务过程提供给客户的话， 看到客户给我们的满意度实际上是提高了12%。 接入了Genesys产品之后呢， 其实对于用户来说， 他一个电话进来， 或者在一通在线服务进来了之后， 员工就能很方便的去看到他之前所有的 一些跟做习沟通的内容，很快的就跟把用户上一通的事件直接开始下一通继续开始服务。 I'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Affin Bank and Genesys will evolve into something more, especially on innovation space.